讲笑话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说为一个裤子冰淇淋。他说为什么有一个裤子冰淇淋？因为这个裤子冰淇淋是裤子，谁叫裤子冰淇淋谁要买？那不是就已经一个裤子给你，好臭哟。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说我最漂亮，然后他就忘记扣扣，他就出去了，人家都看到他背后了。